爹，你这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吧？墨儿就算是再怎么不着调，也不至于半夜出去绑架人家吧？林墨和系统说兴奋之后根本就睡不着了，然后两个一商量，就打算就近去吃瓜。啊！救命啊！我卡在狗洞里了，救命啊！我就说让你翻墙吧，你偏偏要爬狗洞。我怎么知道这狗洞这么窄？几年前我明明可以钻过去的。你也知道是几年前，你十岁出头和现在能比吗？你给我清醒一点。靠，你还真的打算半夜出去？爹呀，别拔了，我的衣服都要跑上去了。林七带着林然跑到了外面，想抓着他的手把他给拔出来。卡住裤子了，老哥，要是再拔，我的裤子就要被这狗洞给刮下来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拔你的脚也不行，手也不行，你有本事爬进去，有本事自己拱出来呀。娘啊，我的屁股给你打麻了。哦，我想到办法了，苏茹，我想到让你出来的办法了。快说快说。让你爹娘拿板子狠狠打你屁股一下，你因为疼痛肯定会整个人往前面拱，这样你就可以拱出来了。请问我和你有什么仇吗？深仇大恨的那种仇恨？没有啊，你是我最亲爱的宿主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忍住忍住，千万不能笑出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的在为你着想，不然你还能想出来什么好办法吗？你难不成真的想要一直被困在这个狗洞里？哦，你还直接堵住了人家狗的大门，你这样人家怎么回家吗？爹娘，你们找个东西狠狠地打我屁股，这样我就能出来了。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？系统敢说你就敢做是吧？你来吧，我下不了手。你爹娘在互相推脱呢，你要不要说个什么话刺激他们一下，这样他们就能够下得了手了。爹，你上次费尽心思弄来的茶叶是被我偷了，那个茶叶煮茶叶蛋一点都不好吃。孽女，